我鞋子其实很多，但是吧，那些鞋子都是穿出门了，就是鞋底比较脏，啊，也不是鞋底比较脏，就是鞋底有灰尘，对吧？我踩在外面了，所以我就怎么可能，就是我直播的时候再穿，就是外面穿的鞋子，所以就是我直播的鞋子就是专门就只在这边穿，嗯，520囤货，零元购，是的，谢谢分享。主要我比较懒，其实还有鞋子，但是我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昨天我就是临开播的时候找了几分钟，嗯，衣服少，鞋子也少，对，就试用咱们的这个直播的衣服，买了有几套反正，是上一周还是上上周的话，换几乎是每天是没有是重复的，换个黑色的，黑色我看一下，可以的。大家稍等哦，现在3点，那我去换一双，可以的。我看一下换一双哪个，可以换一个集，或者是素鞋。素的黑色，我这个素的黑色坏掉了，就不穿了。昨天穿了一个梨的黑色，然后也是坏掉了。穿的这款是开裆吗？嗯，穿的这款它是一个四面镂空的吊带，所以也算开裆。只要是不应季，就是没衣服穿。我平时的衣服很多，但是就不适合直播去穿，就是直播的衣服仅在咱们直播的时候去穿。嗯，就是平时穿的衣服，咱们直播间去穿的话不适合，因为裙长的一个原因，咱们主要是展示丝袜，对吧？然后穿的如果比较长的话，就看不到丝袜了。素一直没下手，素还是花花的材质吗？素的话，它是一个非常软糯的材质。这位小伙伴啊，素的话，它主打不是那种特别丝滑，就是那种特滑特滑那种感觉，它是一个软滑的感觉。同样的，它也是非常滑啊，非常非常滑的，非常滑。它是一个软滑，你穿出来的时候是特别舒服的。素的话，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高舒适。在咱们的天鹅绒界，在咱们丝袜界，素它的一个舒适度是一个天花板的一个级别。嗯，下次再穿一次红色裙吧，可以的。红色裙的话，我有，嗯，谢谢分享，谢谢大家的分享。你能发言吗？可以发言哦，大家都可以去发言。3号黑色是什么产品？哦，3号是咱们 G 系列，G 系列的话，咱们在直播间经常去穿。G 系列的话，先给大家就是拿在手里面看一下。G 系列的话呢，它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双高筒袜，啊，高筒袜。整体呢也是一个 3D 的一个包青丝，非常的丝薄。然后咱们的一个晚上的时候，哦不不晚上，不好意思，咱们那个夏天穿是完全可以的，不好意思啊，口误。然后穿出来呢，它的一个透肤度是非常高的啊，非常高，非常高的。然后咱们家的一个脚尖，脚尖是透明的设计，所有的丝袜咱们家都是透明设计脚尖，带脚型的一个设计。主要呢，咱们家的高筒袜它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它的筒高最高处的这一圈蕾丝，然后呢，它是一个非常柔软的蕾丝，咱们刮蹭到自己皮肤啊，也不会说就是非常不舒服啊，没有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然后里面是两圈硅胶条，医用硅胶条。咱们这个皮肤敏感的小伙伴也可以去穿，防掉筒啊，防卷边，就是这样一个款式。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小蝴蝶结的一个设计啊，这个小蝴蝶结很结实，不会掉的。然后咱们这边呢这个小弹力带啊，短一些，但是呢你可以提到大腿的根部，也可以提到大腿的正部，看自己一个喜好就可以了。这就是咱们的 G 系列，大家再看一下它的全貌，就这个样子。咱们对这个 G 系列穿出来一个效果呢，可以去参考一下咱们的买家秀，或者是咱们家的一个模特图。咱们家所有的产品啊，和咱们家的一个实物是没有出入的，就是你收到之后，看到是什么样，嗯，穿起来呢也就是什么样子。产品都是实拍的，产品全部都是实拍的，也是极大的还原了咱们产品穿在腿上的一个效果，细微的差别它都可以去还原。欢迎咱们新来的小伙伴，欢迎大家，谢谢大家的点赞，欢迎打卡。对的，有晚上穿的话就
色，大家稍等。黑色我看一下换哪个。素系列的黑色是坏掉了，就不换了，它就是破了。然后看一下鱼系列的黑色也就不换了，那也就极系列的黑色。几点换的丝袜？1:30开播，然后2:30换的。再让这双丝袜待一会儿吧，因为今天的话，它也是在咱们的购物车，就是咱们的购物袋里。谢谢大家点赞，谢谢大家关注，谢谢分享。这两天冰的李子慕斯销量真好哎。李子慕斯，李子味的慕斯我还没有吃过，因为现在天气很热，大家就是喜欢吃慕斯类的，会冰冰凉凉，感觉会好一些。李子慕斯它是在咱们的一个慕斯上面基础里面是加了一个李子的果肉吗？还是把这个李子切成块堆在咱们这个蛋糕上面？谢谢点赞，谢谢大家点赞。冰淇水果做慕斯，谢谢分享。谢谢大家点赞。U 的黑色，这位小伙伴啊，U 的黑色就不用穿了，你就穿普通的打底裤是什么样子，黑色它就是什么样子。